我去到现场。早上好，一天的好心情从杰伦的问候开始，所以每天都很开心。听周杰伦的歌，听说他最近要出专辑了，然后很开心，希望出的那一天我就可以一定要听到。对，这也是我近期才开始尝试的一个，比如说这场戏，我感觉这场戏什么样的音乐合适这场戏，我就会去听那样的音乐，我会在我的歌单里面找，想象一下现场的那种气氛啊，和这个歌的这个适配感，到现场走戏的时候就把耳机摘了，因为我脑袋里面已经有画面。赶紧去拿衣服，先走遍。人间清醒。你每一本书都人间清醒。给观众看的，对，很开心。来，麻烦你们两位照顾一下我。我们随便转的。你们现在照顾一下我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转过来，给点脸。哎，照顾你得照顾，谁照顾？3、2、1，开始。慢慢动啊，有情感的动。来，抱起来了，抱起来，对，亲，抱起来，亲，对，转，得转一圈，对，转着转，都往东用，请往东用，都往东用，转一圈，一二三，倒去，啊，大，我们不修，不修啥呀？影子，你修啥呀？不修，好了，涂个唇膏。涂个唇膏，干巴巴的，怎么玩？3、2、1，放，慢，行吗？最后是一个在窗帘上拍一个剪影，这样的去结束这场戏。哎，腰，慢慢下。可能还比较有经验吧，导演才是恋爱的高手。欢迎叔叔，欢迎。你们来的也真的非常的巧，就直接拍到了吻戏。然后就像那场吻戏来讲的话，我们三个人的想法会凝聚在一起。艺术创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挺投入的，都会大胆的会说出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就是大家都会不会说我有想法我不说，但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整个创作的过程也比较的